都是你出的好主意。如果你拿起一只包，正在犹豫，突然有另一个女的也想买这只包，我直接拿下呀。鲶鱼效应。我学工商管理的，我用得着你们两个教我呀？你就是那条鲶鱼。让我去套路苏一。不愧是高材生。我有什么好处？我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谈判。 哎呀，阿尚是不行了，我还能以身相许？我呸！嗯，我要你，永远都欠我的。 你说，这招本来是为了刺激他，那为什么我现在心里那么堵呢？你学过物理吗？嗯。你先别急，你听我说，这叫力，你脸现在疼吗？废话，疼就对了，我手也疼。正所谓伤敌1000次，800吗？如果你只说最后一句话，其实我也能听懂。